我们今天晚上啊，邀请了这一位第二位的特别来宾，也是我们今晚的这位寿星婆一时代少女依依小姐。好，首先带来第一首歌曲，来首泰国曲子 SSI， 请给我们在场的朋友。我是一时代少女，我是依依，而今天又再次又再一年，很快哦。